伫台湾吼，伫咱的故乡，咱知影讲，即马就是，因咧讲叫做鬼月啦吼。但是咱信主的人唔是安尼，所以咱今日要来吟这首诗歌《平安的七月梅》哈，大家拢真识个歌，所以咱欢喜来吟哈。夜市甜甜丁闪闪闪，月亮干干照地平，大树的风微微，听着秋蝉的吟声，上帝想赐的平安，耶和华是我的安慰。我可以拢免惊啥物，虽拄着风太大，伊予我心有平静，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。我伫心山谷也无惊灾害，伊会甲我伫底。为难为我，有恩典甲慈爱，甲我三做伴，有平安对我一世人。咱大家吼，即马来做伙来祈祷，咱为着台湾这个土地，咱先来祈祷，求上帝来保护。知影足侪人真正拄到这个七月拢足惊的。啊，唔敢娶某，唔敢买车，当拢唔敢。虽然时代遮进步，但是还阁足济人，因个观念，因还阁互这个，互这个过去的错误解捆绑。所以咱伫今仔日咱咧敬拜时阵，咱来祈祷，求上帝来医治，求上帝来扶持，咱做伙开声，身为台湾这块土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一摆来吟，夜市滴滴丁闪闪闪，月亮光光照溪边，大树的风微微，听着秋蝉的吟声，上帝想赐的平安平，耶和华是我的。我可以拢免惊啥物，虽拄着风歹天，伊予我心有平静，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。我伫心山谷也无惊灾害，伊会甲我伫底，因为咱。甲主爱，甲我三做伴，平安对我一世人。咱个对头来，夜市滴滴丁闪闪闪，月亮光光照溪边，大树的风微微，听着秋蝉的吟声。上帝心事的平安平，耶和华是我的安慰，我可以拢免惊啥物，虽拄着风歹天，伊予我心有平静，
安放伫我的内心。我过心酸，也无惊无奈，为甲我伫底，因为人安慰我，有天甲主爱，甲我三做伴。我过心山谷，我过心山谷，也无惊灾害。伊会甲我伫底，因为人为我，有恩典甲慈爱，甲我三做伴，有平安对我一世人，有平安对我。安对我一世人。天父上帝，我来感谢你，你让我伫美国这个所在，让我的想法有更加开阔，让我知影讲，逐日拢是好日，唔免予过去即个错误来捆绑。我也特别为着我所听堂杨世荣兄弟。伊望上帝极大的恩典，食迄个药啊了后，有真大的改善，生活品质有真好的提升，为教会大家拢为伊来欢喜。虽然伊的身体还阁虚弱，但是今早起我相信伊的心是欢喜的，所以阮众人也该做伙欢喜。也求上帝你继续引带伊，煞尾即个治疗的过程，不但透过药物，也透过伊的食物、食物。休困，让伊的身体、心灵拢得到养壮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吼，我要来小可分享这个树林兄伊的见证吼。啊，昨早起差不多八点，伊就打电话来。啊，这段时间我知咱大家拢无啥敢甲伊吵，因为伊的精神足无好，啊，讲话也拢无气力吼。啊，小分这是搁较艰苦，因为。差不多半点钟吼，伊就甲叫一摆，啊，所以差不多规暝拢无通困，大家也拢了解，所以咱教会有差不多五十位，啊，有因安尼咧禁食祈祷安尼吼，过去两礼拜中间，因为你除了祈祷，你袂当个就敲电话甲伊乱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唔知要安怎，足着急，哦，啊，结果有阵伊敲电话我是来错一个讲，唔知好消息啦，歹消息吼，因为这电话甲你敲来吼。拢真极端安尼，我坐咧等安尼，电话开起来，上文姐讲，牧师感谢主哦，阮长哦，摕到药啊吼，随食随有效哦。所以讲，即马规暝走来哦，伊也困足好，我困足好，啊，我听到一句话叫足安慰吼。伊讲上帝真正是足听话的人，因为吼，迄个药啊，医生因为做足侪检查，啥都无甲开药啊，就是无完全了解伊的病情。所以严格都严格，做足侪检查呢。啊，伊这全破病，啊，即嘛瘦二十几磅啦。啊，本来就瘦啦，都安尼瘦到拢差不多无话去啊。啊，未食未困，啊，就一直瘦。所以足艰苦，是啊。我知影，即人足艰苦心，也来无面接济人来问伊倒。但是就讲吼，伊讲啊，医生讲即嘛药啊贵吼，甲你乌倒即个药啊吼，你放个是配方。但是要到后礼拜去啦，要到后礼拜，啊，伊嘛只有等我吼。啊，但是拜五的时候，伊就是讲要去病院摕另外一个药啊。去的时候哦，正惊互伊看，迄人讲：“哎呀，你的药来啊！”哇，伊两人欢喜甲，讲足好个吼。但是讲你这药啊吼，只爱自费啦，哦，一日食一粒，哦，一日食一粒。你先食半有效无？你先摕半包的，摕十五粒。啊，咱若有了解水灵，咱知影讲今仔个是有够欠的欠啦，吼！你一块钱咱拍过来，甲咱，啊，我安尼是偌济啊？伊讲啊，千甲一千一百五十啊，遐是咧讲啦，十五粒，十五粒，吼！算讲啦，你要食一个月就爱食，差不多两千五就对啦。咱若知影水灵遐个性，我讲我估估计歹食。伊的心就是安尼嘛，啊无奈拖遮久，伊就是
无想要自费去做足侪只个检查，哎，拢因为伫美国，你若自费，真正是有够有影味就对啦，大家拢知影吼。啊，所以江明是欢喜讲，药啊提早到，江明讲，吼，十外粒就千几块咧，这对一个足俭的人来讲是足艰苦的代志，啊，哎，讲足奇妙，吼，啊，等到要提药的时候，伊就甲朋友讲，这个药啊要怎吃，伊人吼是台湾人。啊，这个台湾人讲，这个台湾人跟你交朋友讲，因为知影讲坐话，可能英文啊，无咧外面吼，讲你们会讲中文吗？讲会，哇、啊，那这样就简单了、啊，所以用来解说，上面也当家，上面也当家，阿要安怎？解说到足详细时，最后阿讲吼，这药啊足贵的啦，恁要去申请一个加药厂，申请一个计划，伊讲申请什么计划？我恁知哦。有这样一个计划，你若加上这个计划吼，就全免钱啊！伊讲哈，够有这？伊讲啊，恁都去去申请啊，啊无安尼啦，恁千几块吼，我先害恁啦。哦，啊恁即马马上去申请，申请了吼，伊就打球，你再提好无？安尼就好啊。伊就讲啊，我欢喜哦，那有这好个代志啦。哦，啊所以就个啦，对，又约出来吼，随走去申请。啊，申请了，马上就 approve， 啊，马上要叫你提出来合约，所以吃这个药都免钱啦。好，所以讲这个事情，知影这个药你要去吃哦，讲随吃随用哦，像这个吃了过两点钟哦，就变起来，啊，就规个讲焕然一新啦，讲迄药进前叫做最近哪有，这药吃了，我是唔知影，这是药有效，还是因为免钱装备有效？无论安怎，有效无，吼、哦，欢喜。所以上这电话中，伊哩讲，我苏你啊，大家这讲，讲这是温上加温，吼、哦，恩上加，不但有效，搁免钱安尼，温上加温。所以，我听你讲电话哦，伊哩规个心情完全无同款，伊规个拢心扉拢开起了，感觉怎？刚你到咧进会个会呢，规种开起安尼。啊，杨世荣的东西，我甲改。杨世荣讲无开来讲话，那到边嘛是伊嚟讲的，因某咧讲嘛，但我无输，足好个啦，我药啊那会真有效啦，哦，水食水爬起来咧，水有精神啊咧，啊白食咧，平常时啊我吃哦，你食袂落，即马家己爬起来要要求要食物件，啊家己去变数，哦啊最后变长规暝拢困了去，哦已经足久无讲一个好暗好困。虽然为欢喜的时候，嘛要来鼓励兄弟讲，你安尼规暝拢好困，你知影这是足稳定的财富。哦，这是钱买袂到，规暝拢好困，你看人遮好，哦，啊，食药免钱，你免食药啊，那好啊，你先免食药免钱。哦，所以咱大家欢喜，啊，一条命咱来赚到，上条咱赚到，尤其你啊想。咱足侪人是来美国信主，你若无来美国，你即马若年代，你还不七月半啊，你毋知死活，你还不你还咧带咧动，这也袂动，彼也袂动，这也惊，彼也惊，还不咧看日子，看时辰，即马毋是，即马咱是完全得着大头包，吼、哦，拢无咧行这，所以这首歌就是完全为着这个台湾的七月，这是。所以我讲，上帝咧使用咱，即个台湾人乡亲来美国的，即个歌写人就是伊来美国哦，咧赞美之泉哦，因伫美国开始咧写歌，啊，倒去台湾赞美之泉咧巡咧巡回，啊，即个美国大汉咧台湾囡仔变来查啥咧唱歌，伊都唔知啊，因是倒去台湾才知讲啊，都有这个物件，因才知讲哦，原来台湾的乡亲就这个物件不好，所以才写这首歌。七月是平安的七月，上到台湾的七月是寒冷好势的，最渺小哦哦，这个是这个洪启仁甲游志平哦，因两人一个写歌词啊，一个甲编曲安尼。我想七月哪有啥通好惊？台湾的七月，七月是暗时啊哦，夜深人静顶底闪闪烁，月亮光光在照溪边。七月是大家坐咧树仔脚风微微啊咧，七月是好的。唔是鬼的，七月是上帝予咱的，唔是鬼啊咧控制，哦，
哦，所以咱用这首歌哦，咱今日咱就唱这首就好。咱用这首歌来唱歌哦，为着你唔免食药啊，唔是食药免钱哦，为着你唔免食药啊，你感谢。为着你暗时规暝好困，感谢。为着恁阿唔免半点钟，甲你叫一摆起来，你就感谢。为着恁免钱，恁阿伊家己养食，哦，你就感谢。真正足济通感谢，咱信主的人一定爱感恩。哦，来咱今日咱过来吟，继续过来吟一首歌哦，咱就吟一首平安的祝愿哦。亲。